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寄送第六大段，第二小段。第十四首啊，看起啊，十四首。若见涌泉，当愿众生方便增长善根无尽。涌泉是泉水。我们在路途上啊，有时候也会遇到啊，泉水从地上向上喷，那个喷的状况啊，不尽相同。有些温泉这个泉水呢，它是不间断的啊，往上喷的时候高度不太大啊，有个几寸的几公分高啊，你看是日夜都不间断，这个泉水啊向上游。那么我也曾经看过有间歇性的这个泉水，它是喷几分钟之后啊，它就不喷了啊，隔一段时间呢它又喷了，可是它喷的那个水喷得很高啊，有总有好几丈，水很烫啊，这是我过去在美国曾经见过的啊。那么它也是常年不断啊，每个大概是半个小时的时候它会喷一次啊，这个是天然的，不是人工做的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首偈子里面所说的啊。看到这种景观，菩萨引发大愿，方便增长，善根无尽呐。佛法，同学们都知道啊，讲到终极的纲领，就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慈悲就是现在讲的爱心。啊，这是本善啊，这个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啊，在传统的教学啊，这至少是有5000年前了啊，所以中国人懂得教育啊，真正的抓住教育的中心，这个中心点就是爱啊。五伦教育里头，父子有亲，这个亲就是亲爱啊，
这个亲爱就是本善啊，人心本善。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慈悲啊，这是根本啊。佛成佛了啊，为什么还那么样辛苦啊，去普度众生啊？也问为什么，就是慈悲啊。慈悲这两个字的确很不好懂啊。为什么不好懂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很难理解。我们理解的慈悲这个字的意义，跟佛菩萨的化身菩萨了所示现的不一样啊，差得很远很远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的示现在九法界，在遍虚空净法界，他不但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他也不起心不动念啊。今天有同学问我什么叫实相念佛啊，般若就是讲实相啊。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真相。你要见到真相了，那你就恭喜你了啊，你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化身大士啊，禅宗里面讲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，啊，他悟的什么？就是实相。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啊，诸法真相啊。那真相像个什么相呢？啊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们对于《金刚经》《般若心经》都念得很熟，啊，那最简单的就是般若心经，般若心经里面讲的就是实相。啊，你看心经上头一句讲的，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这就见到实相了。啊，见到实相是，你修般若，不是一般的般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啊！啊，再举一个例子，举观世音菩萨了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他所修学的啊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般若呢？有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般若就是智慧啊，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啊，人人都有。这个般若现前呢，能够用在日常生活，用在处世待人接物，这就是化身菩萨了，是真佛了，不是假佛。
啊，那么他的样子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？色受想行识啊，诸位要知道是照见，不是我们眼见我们今天没有照的功夫啊，要有照的功夫就好办了啊，照的功夫是我们自信的德能，也是本有的。现在什么通通啊失掉了，这个失不是真的丢掉了，迷失了。这佛在大乘教里讲得很好，迷失了啊。啊，怎么迷的呢？佛在华严上讲得很好啊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佛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，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三重障碍啊，把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通通障碍住了，现在不能现前了。啊，所以佛在教我们用修德了啊，用修德去证行德啊。那这个修行佛就讲的太多了，这世尊当年在世将近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呐，说了许许多多的方法，那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理解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啊，渐渐就能够证得心得啊，就能恢复心得啊。恢复心得呢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。诸位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对五蕴呢是一样都不空啊，色受想行识这个臭皮囊，这个身体身外之物样样都看得很重啊，没有一样你能放得下了啊，这个自己要知道。啊，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，所以世尊慈悲也给我们开了无量法门。般若法门是属于信宗，属于禅宗。啊，中国的禅宗是大乘，不但是大乘，上上乘人呐，这才能修啊。啊，代表的人物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那么你去看看《坛经》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上上根的人怎么入门？啊，上上成人的形象是以慧能为代表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像不像慧能呢？有没有慧能所具备的条件呢？啊，如果是，那很难得，你能成就；如果不是，这条路子
你就走不动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部看的经典是《坛经》，啊，丁福宝居士的《前注》，我看了很欢喜，越看越有兴趣。啊，我三个老师都教训我，啊，我是个好学生呢，听话了。啊，第一个是方东梅先生跟我说，他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慧能以前没有慧能，慧能以后也没有第二个慧能，你自己想想能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他那个法门叫一步登天，顿悟顿超啊！如果要是登不上天呢，那摔下来呀，粉身碎骨。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，这是这条路子，不是你走的。啊，他也说，我们都不是这个根基，所以他劝我。从教下入门，啊，因为我们喜欢读书嘛，啊，教下是什么？像爬楼梯，啊，步步高升呐，啊，一步一步踏上去啊，啊，踏上一个阶级，确实自己就提升一层，啊，那么这个时间是很长。像读书一样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但是这个路啊是很踏实的，啊，那么这个禅宗啊是天才版，啊，这个人小学没念过，中学、大学都没念过，他就念研究所博士班了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？有。太稀有了啊，中国外国历史里面去找十个人都找不到啊，几千年当中十个人找不到啊，这是真的，所以自己要晓得自己的身份，晓得自己的根性啊，人贵自知之明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无论这个只是宗门教下了，没有不重视慈悲的，因为慈悲是根。啊，你看这里，方便增长善根无尽，你先要把这根，慈悲就是爱呀、啊，爱第一个要自爱呀、啊，哦，这个好难好难。那你能自爱啊，你才能爱人。你自己都不知道自爱，你怎么会爱人？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啊，那么教下虽然是循序渐进，也不是容易死。啊，还是要从根做起。这根是什么呢？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，啊，像三层楼一样。第一层是戒律，第二层是定，禅定，第三层是般若。啊，这个不管是宗门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连净土宗都包括在内。啊，如果你要是离开。这一个原理原则，那就不叫佛法了。那不是佛法了。只要是佛法了，一定是与这个纲领啊相应。这个纲领原则。
戒律。佛在佛藏经啊，佛藏经是一部经，不是大藏经啊，大藏经里面的一部佛藏经。佛说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为什么？你列了等啊，啊，就像读书一样啊，你一定是从幼儿园、小学，啊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这样念上去的。这是佛弟子。如果前面都没有，啊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没有，就上研究所了，这个不是佛弟子。佛这一句话是对一般人说的，啊，不是对慧能说的。那慧能那种人呢，叫天才儿童，那他真的可以不要，那是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。在中国，你看中国有历史的五千年当中就出一个，啊，这个太特殊了。佛不说特殊的，佛是讲普通的。这桩事情我们讲的很多啊，啊，所以同学一定要知道啊，否则的话你这一生学佛的空过了啊，你学了几十年，学到老死一无所成，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，啊，真可惜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。佛法传到中国差不多2000年了，啊，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，啊，是汉明帝的时候，小乘这个经典的翻译相当完备呀，翻经的这些法师对得起中国人，啊，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佛教发展到巅峰，啊，这个一般这些学者们都认为呀，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，啊，没错，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，啊，隋末唐初啊，十个宗派里面有两个是小乘，啊，居士宗啊，陈氏宗，啊，这两宗现在都没有了。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。小乘经就是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的阿含，啊，长阿含、中阿含、正业阿含、杂阿含，这个四大类呀，啊，这属于小乘经，啊，它的分量啊，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经典完全相同，啊，分量啊也非常相当，啊，这小乘经在中国是很完备的。可是唐朝中叶以后这两宗啊没落了，没人学了
啊，那佛讲了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那中国人为什么把小乘放弃掉了？这个原因要知道，中国人不用小乘，用儒用道来代替小乘。啊，这两样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，它的内涵，它的境界确实不亚于小乘。啊，以这个为基础啊，啊，古时候学佛的人，无论是在家出家了，没有不读儒书的。啊，孔孟老庄几乎都是人生必读。啊，他有这个基础吗？啊，这样进入大乘啊，没问题。啊，而且确实儒跟道的心量比小乘大。啊，那么到我们现在这一代呢，问题出来了。小乘经不学，儒也没有，道也没有，这一下就进入大乘。所以成就啊就很难了。啊，虽然在大乘经教里面可以涉猎到古人的著述啊注解，种类很多，你可以去参考。啊，能不能成就呢？依旧困难。什么原因？没根。道理在此地，没根呐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公园里面做的那个喷泉，人工做的，啊，要靠电力，你按钮之后，喷泉就喷出来了，再停止了就没有了，没有根。啊，那人工做的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这些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想在佛法上成就，靠什么呢？啊，还是要听佛的话。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世尊的法运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，啊，有三个时期。他老人家这是交代后人呐。正法时期啊，戒律成就；相法时期啊，禅定成就；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在发愿的是哪个阶段？佛的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啊，佛的发愿是12000年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3000年了。那你就晓得，我们现在在末法10000年当中啊，第二个1000年就开始。啊，依照中国古人的这个记载，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，3034年。啊，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，外国人是2500年。啊，就是2500年呢，也进入末法500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相信佛的话，佛教我们修净土，
我们学净土啊，听话的学生啊，末法时期啊，只有净土成就啊，在末法头一个1000年当中，修学别的法门呢，还是有成就的啊。可是末法后9000年当中就难了，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多难啊！你能够定得下来吗？啊，不管在哪一个时期，都要守住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啊。那我们今天把戒学说活了，我们学佛没有根了啊，所以这些年来为什么极力提倡弟子规啊，那就是我们还不选择小乘教做戒律的根本，我们选择弟子规啊，我们选择十善业道啊，十善业道是佛门的根之根啊，根本的根本啊。无论你学哪个法门，学哪个宗派，你不能够疏忽十善业道。像盖房子一样，无论你盖什么样的形式，盖多么高，十善业道是地基，你一定要把地基打牢。而弟子规啊，是地基的基础啊，你打地基也选择地皮啊，你要了解这个底下地层结构的状况，你才知道这个地基应该怎么打法啊。了解地基状况，那就等于是弟子规，就这是第一步啊。弟子规做不到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通通落空，不可以不知道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啊，十善业道是人天法。啊，在六道里头，你能得人身，你能够得天身。要靠十善业道，声闻菩提、圆觉菩提、无上菩提，通通依他做根本啊！所以你没有他，你不全部都落空了啊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。我们是依照这个路走啊，啊，净业三福第一条，它一共三条：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我从这里下手啊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就落实弟子规，你这两句做到了；慈心不杀、修慈悲心呢？慈心不杀。修十善业，落实在十善业道。你把这两样东西学会了，啊，这两样是属于戒经，不是跟你讲理论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念的，不是背的，啊，不是讲的，是叫你要做到，啊，你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。都要以这个为标准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不能违背呀！啊，这是根本呢，你从这里修啊，你是真修啊！啊，般若好比这棵大树啊，是树顶啊，树尖呢、啊，啊，那是花果啊。啊，很漂亮啊，美不胜收啊。
十善业道跟这个弟子规是这个树的根，看不见，埋在地底下。你要晓得这个树这么茂盛啊，枝叶花果这么好，通通是根生，没有根什么都没有啊。没有根的花果是花瓶里面的插花，几天就是枯死了，不是活的，这个你要懂啊，你不能把路子走错啊。有弟子规，有十善业，敬业三福第一条做到了啊，然后你才能从第二条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你这条做到没有啊？三规是你入佛门你才晓得，头一条没入佛门，头一条是世间善法啊，世间善人才能够学佛啊，佛招收弟子条件就是这个啊，世善里面你统统要具足啊，你才能入佛门。一入佛门，你看就把修行的总的纲领啊，总的方向目标传授给你，一点私心都没有啊。啊，中国儒家也是如此，你看儒家叫同盟三字经啊，也是第一句就把他的修行宗旨全部说出来了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性相近习相远，四句话全盘托出啊。佛法也是如此啊，你一进门呢就把成佛之道、成佛的目标、成佛的方向给你了，你只要依照这个你就不会走错了啊。皈依佛啊，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，啊，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觉。那你就晓得，我们是迷惑颠倒，要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依靠自性觉，自性本觉啊。啊，第二条皈依法。法是什么？法是正知正见啊。那么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要从现在邪知邪见回过头来，要以自信正知正见，它是自信三宝，它不是外头的 啊。第三皈依僧啊，僧是什么呢？僧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那你晓得我们要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，依清净心呐。啊，再给你说，你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佛经你要是不善学，所以你要跟好老师，有好老师指教你。哎，你可以学，你不能被他染污啊。佛这个也讲得清楚，金刚经上就说得很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法是佛法了，佛法你要是有用妄想分别执着去学它，你就被佛法染了，那这个很可怕，你被它污染了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 啊，世尊49年他完全否定了，他没有说过 一个字，他没有说过一句法，如果有人说他说法，那叫谤佛。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？怕你着相啊，你不会学，你学错了
啊，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修学的态度，啊，立言说相，啊，就是佛讲经说法的言语不要执着，啊，立名字相，什么佛了、菩萨了，啊，三归五戒六度四摄了，这都是名词，不能执着。第三个立心缘相，心缘你不可以用意思去想。为什么呢？意思是妄心，用妄心你怎么能想到真的东西啊？你看这三个要放下了啊，放下言说相，那我们看经呢，不执着文字相啊，不执着名字相，不可以用自己思想去想，听懂就懂，听不懂不要去理会。这才是真正听经啊，听了会开悟啊。那用什么心听呢？立妄想分别执着的心，那就叫实相。啊，这个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。啊，你六根对六尘能不起心不动念吗？啊，能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是法身菩萨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超越十法界的人，他到我这来干什么？我在20多年前住在美国。有一次在洛杉矶讲经，讲完之后有三个年轻人就在讲堂大众之下来找我，要我给他印证他们三个人开悟了。我说谁给你说你开悟了？他说是密宗的仁波切证明他们三个人开悟了，也要我给他证明。我说好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三个人没有开悟，他们非常生气。啊，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说法？我跟他讲，我没有开悟。你到这儿来找我，你肯定没有开悟。你要开悟了，你还会来找我吗？啊！结果三个人不欢而散就走了，啊，惹得我们听众啊哄堂大笑。现在的人喜欢听骗话，不喜欢听老实话。我不骗你，我要骗你，我有罪过。真正开悟的人还会生气吗？啊，讲什么他马上也不高兴，脸就红起来了。啊，这都不像开悟的人嘛。啊，那么我相信呢，像这样的年轻人啊，这个学佛的、肯定不止他三个。啊，这都是人狂妄啊！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的是增上慢，啊，得少为足，自己以为成就了，啊，在这个很早，啊，我是刚刚出家没多久，啊，也刚刚开始教佛学院，有一个同学，个老居士，啊，年岁比我大。啊，也是个学佛的，啊，他是很认真地跟我说，他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我怎么样讲，他都不能接受，但是他这个态度还很好。
啊，他说他真的是证得阿罗汉果，到最后了，我没有法子了。我就想到呢，证得阿罗汉果啊，就得六种神通，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虚命、神足、漏尽。我们在他家里客厅里头啊，我就问他，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房子里面，房子外面是马路，马路上那些人来来去去，我说你有没有看见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没证阿罗汉呢？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说小乘须陀洹，初果须陀洹，他就得天眼天耳，啊，他能看穿这个墙壁，外面人走了就他都知道，四果罗汉哪得了啊？他这样一想的时候，也就服了，啊，就怀疑，那是有问题啊？我说是啊，我没证的，啊，没有证的，以为证的，你并不是骗人，啊，你是没有了解阿罗汉什么叫阿罗汉，自己以为证的。你不知道阿罗汉是什么，不但你没有证得阿罗汉，初果须陀洹你都没有证得。啊，可能是你学佛的时候有一点轻安，啊，得一点受用，你把这一点受用就误会以为是阿罗汉，这么回事。啊，我给他解释明白了，很好，哎，他就回头了，回头以后啊，专门念佛求生净土。我说对了，啊，在末法时期，我们这样的根性，除这个之外没有办法，啊，阿罗汉脱离了六道轮回啊，烦恼没有了，有习气没有烦恼，那你现在还有没有烦恼呢？啊，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自私自利？你有没有贪嗔痴慢？那还有，这不行啊，这是六道凡夫啊。所以人归自知之明啊，总要把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不清楚的读经啊，多读经多听经啊。我是一个中下根性的人，不是上根啊，我得利于好老师，我的三个老师都非常好啊，真正是有修有学。那有没有证呢？那就不是我们的境界啊，确实有修有学啊。那指导我的是一条正路啊，我们做学生的人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呐。学了十年才得受用啊，啊，才感觉得有点受用啊，啊，20年才有法喜啊，啊，就是尝到一点法味了，啊，就法喜充满。那刚刚尝到乏味还不能充满啊，那充满的时候那是30-40年以后的事情啊。啊，我学佛到今年55年了啊，天天认真在干呢，没有休息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善根，诸位要知道，不是世间善根啊，这是菩萨善根。世间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啊，这是世间，就是六道里面所有一些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啊。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啊，包括对佛法没有贪心啊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世间上
此地讲的善根，菩萨善根只有一个，精进。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。这善根无尽，就是勇猛精进。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所讲的静，未来季节无有疲厌的，没有厌倦，没有疲劳，勇猛精进，像那个涌泉一样。这个善根在什么地方表现呢？在方便，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本，方便显示在哪里呢？显示在对九法界随类化身，应机施教，表现在这个地方。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这个地方显示善根无尽，也显示出方便无尽。方是度众生的方法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方法了，便是便宜，要换一句话来讲，大家就好懂，就是最适合的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，最妙的方法，在佛法里称之方便。那么最好的、最妙的，不是一定的方法，千变万化了。活的它不是死的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，对同一个人，初学的时候教给你的方法，到你学了一段期间之后又要换一个方法。就好像念书一样，念小学有小学的方法，念中学有中学的方法，念大学有大学的方法，绝不可以拿小学的方法也到大学去用，用不通。大学的方法拿到小学的学生不能接受，所以方便有多门呐，归元无二路方向目标这点是一个。可是那个方法是千变万化，时时刻刻在变化，这个方便变化的根是智慧，是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是永恒不变，但是它起作用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这个方便般若。起作用就叫方便般若，方便般若就是佛法讲的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实相般若了，它是不讲这个的，实相般若是一。所以说般若无知，实相般若是无知，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它是体，它是根，起作用是无所不知，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，那个无知的般若是根本知，是实相，
那个无所不知是方便，啊，是应用，啊，众生有感，它就起作用。啊，如果诸位听了还不能够理解，我们就拿江本胜博士这个水实验给你做比喻，你就懂得了。水的本身就是实相般若，啊，它随众生的、随外面境界的感应所现的那个相啊，那是方便般若。那水是一个始终不变的，啊，但是这个江本博士做的实验，这十几年来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，他告诉我，没有两个这个图案是完全相同的，啊，找不到，真的就像人的指纹一样，全世界人指纹不一样，啊，他说这个很奇怪，啊，其实道理我们明白，啊，佛法里面讲的太清楚了，人的念头不一样，啊，我一个人，我早晨做一次实验，中午做一次实验，反应不相同，为什么？早晨跟中午那个心念不相同。不要说这个，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都不一样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不相同啊，它这个现象怎么会一样呢？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所以方便是得用啊，大用无妨啊。啊，那么这是从看泉水、看涌泉发这个大愿的 啊，一切众生呢，就是厚德智的增长啊，啊，精进善根无尽的，啊，起这个大愿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啊。